这是我们的新家 Brands 六本木饭仓片丁，每天有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房。然后在这条道的右边是一个我们非常喜欢吃的泰国菜，那个视频已经在 Instagram 上发过好多次了，希望大家也关注我的 Instagram。 这个泰国菜叫 Jasmine Thai， 好像好多像藤原纪香啊那些有名的人都来吃过。我要先不说这个，这个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 logo， 对，法拉利。家里出来大概走到一分钟左右的地方是一个卖法拉利的 shop， 这个呢真不知道有没有时间给大家介绍。因为现在是东京的早上9点多，朋友10点来我家，大概是早上吃点点心，喝点咖啡，喝点茶，这种感觉。这边还是有很多好吃的店，希望以后有机会能给大家介绍。哦，对，这个就是我要买点心的地方，叫美宗兰多美女。外边还有一个露台式的地方，好，先进去看看。三明治里面是烘焙的小车间，其实是点心车，这个像蜂窝煤一样的东西。好了，我们出来了，看来了一兜子的吃的，准备回家。顺便往前走几步，是想给大家看一下还有另外几家店。大家从刚才那个地方走两步，就是一个叫香缇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意大利菜。这个据说对着装要求打扮还挺严格的，哪天现在好好准备来一次。好了，好，拜拜啦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